你醒了，你干什么？不是说我睡这边，你睡那边吗？怎么？你怎么这么疼？你昨晚干什么了？你也把自己煮了？我看你很冷，所以我……你用自己的灵力帮我取暖？你疯了？你们教人喜寒畏热，你这样……你不怕疼吗？我怕你疼。我看你睡着的时候非常痛苦，在海里，只有受过苦的鱼才会那样，所以我想让你睡得好一些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说过的，我们是恋人，而且你对我非常好。你好，我就很开心。洛洛，你下次能不能不要再乱出主意了？我什么时候乱出主意了？季云和，你不对劲啊！你该不会是反被那鲛人说服，要跟他去海里吧？其实小的时候，我一直都害怕睡觉，每次林苍兰发动寒霜之后。再疼，再冷，再累，我都不敢熟睡。我怕眼睛一闭上，就再也睁不开了。可是昨天晚上，我真的睡得很踏实。如果我真的让大尾巴鱼断尾，他会不会再也不原谅我了？季云和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自从遇上他之后，你就变得犹犹豫豫的。你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鲛人的御水术还能控雪啊！听洛洛说，你想看雪，所以我就……你不是说岸上没有什么能让你看得上眼的东西吗？岸上其实好东西很多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有很多可以让人留恋的东西。你说的对。岸上也很美，这雪你喜欢吗？不喜欢啊。大尾巴鱼，其实我对付林浩卿还有思雨，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你不用这样报答我。我不是为了报答，只是为了你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愿意和你一起留在岸上。倘若我不像你想的这般好呢？万一我不值得你的信任呢？鲛人
只听这里的声音。他说你知道，你就知道。谢谢你，大尾巴鱼，你让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。长夜，你的唇上是这世间最珍贵难得的美好与希望，无论如何我都要守住的。云禾，等等我。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有一件事情被我忘了很久，我要感谢长夜，让我听见我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我决定了，不给长夜断尾，我要救他出去。进来吧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我就知道你一定有问题。都说我演技高超，看来比起你我倒是逊色了许多。雪三月已经被你支开了，今晚你我之间的确需要好好聊一聊，坐吧。不必再客套了，说说吧，你何时看出我跟长夜是在演戏？我说过，打架你们得找三月，论起情爱嘛，你们还得问我。如果真是眷侣，何必非要哄他上岸？你随他去东海不就行了？看来察人观色，你功力不比我差。思雨的心思，我的心思，你早都看在眼里了。为何不拆穿我呢？三月需要朋友，你需要同盟，而我，则需要一个保证，保证你绝无二心和后路，全心寻找解药，带三月逃出万花谷，不再受寒霜的威胁。你就这般有把握，我会为了长夜接受你的要求？我只知一事。倘若这戏演得够逼真，那说明这戏子其实早已入戏。没有女子是不喜欢花的。她为何要走？是我做错了，还是他在担心什么？长夜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黎叔和雪三月答应带着我们走了，我们都可以离开了。你不生我的气了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你看见雪就走了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？傻瓜，我怎么会因为这个生你的气？你给我下雪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只是我怕我配不上你的雪。你在担心其他的事情啊，长夜，这段时间你真的受了很多的苦，很快你就可以自由了。那离开以后，我们还是恋人，不会分开。三月，你不是想离开万花谷吗？今日便离开吧。我帮你毁了万花谷。什么？
秦羽鸾鸟无翼无身，血迹十方，助你破阵。他这是要血迹十方阵，放出秦羽鸾鸟。林叔，林叔，停下！已经拿你的命救我，是林叔来迟，让秦主受苦。